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说了算。孩子是我的，我想怎么教育就怎么教育。孩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也是我的。我们家尤西可喜欢小朋友了。我看小朋友也好喜欢他啊。嗯，你看他们玩多开心。小朋友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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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回到老师这边吧。啊，去去去去去去去。第一名。我累了。嗯。这该死的朱大壮，让我跟小学生玩一下午，不让我裸奔算了。你不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吗？不觉得。我以后要是有了孩子呢，我一定要让他欣赏世界上最美的诗词，给他读最喜欢的书。你有没有搞错？一出生下来就是看书写字的，多无聊啊！我要是有了小孩子，我将他敞开了玩，释放天性，爱怎么玩怎么玩。玩物丧志不可取。孩子需要积极的引导，你这种教育方法不科学。你的教育方法才不科学呢，反正咱家我说了算。不行，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说了算。孩子是我的，我想怎么教育就怎么教育。孩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也是我的。主公不好了，前方敌军压境。如此优美的曲子全被你毁，杀！主公不要啊！主公，主公不要啊！主公，主公，他也是尽了自己的本分。继续。好，过。游溪小学探访，代班历史讲师讲授三国历史，深受学生喜爱，胜过娱乐为游溪新剧造势，真是不择手段。四分五裂跟三分天下同档期播出，你真的有把握赢？